臣秦嗣远退隐四年，欺瞒圣上私造火药，犯僭越及欺君之罪，论罪当诛。又因吾乃当朝右相，罪加一等，并株连九族。 老师，陛下果然想借火药之事做文章啊！明日就算我反身碎骨，也要力劝陛下，绝不会让陛下动老师一根头发。不必了，陛下要敲打我便如他的意。明日朝堂之上，我要你二人竭尽所能，复议贺云长对我的弹劾。 只有这样，才有一线生机呀！欺君之罪，株连九族，怎么？ 在秦相眼中，朕就如此黑白颠倒，是非不分吗？臣不敢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你确实有欺君之嫌，但那临安军需火药仓库和300门火炮，也是为我五朝江山社稷、千秋功业。依朕看。 就罚俸3年，官降半级吧。臣，谢陛下不杀之恩。朕罚了，你们都下去歇息吧。退朝。陛下，北征之事刻不容缓。万万岁。哦，去前面看看。走。 哇，这在江宁从来没有见过，好厉害啊！连恩每天都这么热闹吗？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今天刚好是临安城开市的第一天，你可以看到临安城最繁茂的样子。真好。那是什么树啊？哎，好像还能许愿呢。这位小姐笑靥如花。 这位官人仪表堂堂，在这美好的日子里，不如画上一张，只需5个铜板，就能勾描心上人美丽的模样。怎么样？我给几位各画一张。这人还挺会说话的。行，那这样啊，也甭5个了，我们给你10个铜板，你也甭给我们画，我们自己给自己画，行不行？也行。几位请坐。小陈没有心上人，也不太会画。 你喜欢什么便画什么吧，试一试。来，我多想时刻紧随你的脚步，对你深情投入，默默贴心保护，爱是世间。 最温暖的付出，给予一生的礼物。做你的小小丈夫，永远只会对你臣服，用最温柔的身份，努力换来爱的称呼。做你的小小丈夫。 不图今生能名留青史。哟，这位客官，您在书画方面可是有所师从啊！这笔下的娘子，真是惟妙惟肖，眉目传情，栩栩如生啊！就连这衣袂之间的线条，都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，画得好啊！再赏你10文。哎，
谢谢客官。这位老板说的不算，要本人亲自品鉴才作数。我还没上色呢，我。我看看。这什么呀？画的跟海捕公文似的，板着一张脸。你这也不能赖我呀。那谁让你老不乐呢？我让你乐，你也不乐呀。那发誓也错了，发誓也没乐吗？你不是冲那边吗？我没看着。就是画的。你别老说我，我，你画的我还不知道什么鬼样子，我看。我画的比你好多了，你自己看。画的肯定比你好吧？真没想到啊！你这几笔，把这么一个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的翩翩公子，画得这么好。你说这么好的公子，这得是修了多少辈子的福分，才能跟他达成婚配？有些人啊，脸皮是真的厚呢。怎么样，我画工不错吧？比你画强多了。画的什么呀？确实不错，确实不错。不过，娘子。嗯，你说咱俩都画得这么好，没什么可比的，小张的。哎，这是个什么？小婵，嗯，这是你的自画像吧？小姐，你看他，小婵，这该不会是你心中的郎君吧？哎，小姐，我都说了我不会画了，要不咱们看看老耿的吧？小婵也够坏。这是谁啊？不是你们干嘛呢？来来来，看看嘛，画的是谁？你们也没说要互相看呢。现在说要互相看啊！小姐想看看，我还没画完呢。哎呀呀，都是自家人。哎，这画像中的姑娘，我像是在哪儿见过。小姐，现在天气炎热，我去买些冰饮吧。对，我也见过。是不是？就是江宁那个。姑爷陪我一起去。哎哎。江宁，谁呀，小姐？是江宁的谁呢？哎，行行行，别，脸怎么红了？哎，让我们说中了，是不是那个？走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。干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找不着去。就这老先生，在这舍粥舍粮食呢。嗯，你认得他吗？不认识。哎，公子，请留步。这位老先生，您认识吗？这位啊，一看您就不是本地人吧？这位可是我们临安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钱希文，德高望重，每逢年节必上街救济穷苦的百姓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原来他就是钱希文呢。你认得？哦，我原来看过他的文章，没有见过面。这钱希文是写言情话本的呀？当然不是了，您写的是国学社论。那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啊，五朝但凡会认字的都看过他的文章。那叫一个朕什么来着？振聋发聩。哎，对，就是他。你肯定看不懂。哎呀，我看得懂。啊，走，买书包去。娘子，别画了。你们回来了，去了这么久。哎，特意给你找的西瓜酥酪，尝尝是不是那味儿？不错，但是没有之前你做的樱桃酥酪好吃。那下次给你做樱桃的。我研究了一下，现在呢时辰也不早了，咱们赶紧找个地儿歇脚。要是一会儿想出去玩呢，可以去什么清月山呀、惠湖啊，都是附近不错的景点。相公，一会儿你跟老耿出去走走吧，我约人了。就这么一会儿就认识新朋友了？我自小在临安城中长大，是临安城中的故交，多年来一直有书信往来，所以今天想去约他好好聊一聊。早去早回。那我们先走了。
走，小陈。嗯。姑爷，你要不放心的话，咱跟上去。谁不放心？谁不放心？我放心的很，老耿，我要告诉你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和空间。姑娘过来看一看，来，姑娘尝一尝，战马特饮，口感清爽，补充体力的效果特别好。姑爷，说好的空间和信任呢？这不是有空间的吗？老板，有没有新上的什么好书？有。是新出的。怎么跟着买上书了？好，小婵付钱吧。嗯。哎，好，走吧。谢谢客官，慢走啊。刚才过去的那俩姑娘卖的什么呀？来，几位姑娘，你们走，这边。小婵，这边请。客官几位，里边请啊！来，里边请。哎，客官，你慢走，慢走啊您。哎，您几位里边请。老耿，这楼市布行什么来头？楼家呢是临安城首屈一指的大布行，家主呢是楼书恒和楼静林两位，与苏家关系密切。不过这几年楼老爷子已经涉足到了别的产业，布行呢由楼书恒来管理。小姐这次回来也想看看他们是如何经营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因为他们是原来的皇商啊，五朝给梁国的碎布都是他们家供着的，特别厉害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小姐年幼的时候也住过楼家。哦，她要见你的那位故人，一定是罗书恒。不能吧？哎，姑爷，你看，他们家有停车位，不会是小姐叫他们的吧？走。姑爷，这也太像我们苏氏布行了。你看，商品分区摆放，这是高价区，那是低价区，还没有柜台。还有成衣件，那边也有。老耿，嗯，你们小姐这招吃里扒外，玩的挺溜啊，啊？找吗？你看没看见一个姑娘？姑娘，在我们这儿买衣服的都是姑娘。我没说清楚啊，一个长得挺白净的姑娘。白的是吧？你看看啊，她白吗？哎，你再看看这位，白不白？我说你是不是挺不懂人话呀？我真问你事儿呢，就一女的穿一身绿，刚才在二楼走过，长得倍儿白，手里拿本书，你不知道啥？哎，你早说不拿本书那个吗？啊，我知道，这不刚说了吗？让我给挑几件衣服，赶紧送上去。送哪儿去？试衣间。苏檀儿，和我们掌柜的。龙叔恒。
苏檀儿。相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把我支开，就为了上这儿来。他还在里头呢吧？我说怎么让我来临安呢？找这位顾娇来了。把衣服都换了。这也是他给你挑的吧？行，老衲出来。相公，你干什么呀？闪亮，相公，你要出来什么？你甭管，我数三个数，你不出来，我他妈就崩了你。三、二、一。今天确实是我不对，但是你也没告诉我呀，我哪知道那掌柜的是个女的呀？脑子里成天想着些什么东西？我与姐姐多年未见，本来可以好好长谈，全被你搅和了，人家生意也全被你搅和了。是是是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那我不是担心你吗？这叫关心则乱。关心什么呀？不都告诉你了，见一个顾娇吗？我也不知道是谁呀，你又保你就是宁姨宁公子，经常听檀儿提起你。今天真是非常的对不起，确实是个误会，我也没想到我那火冲会走火，还不小心伤着您的客人，给其他顾客全吓跑了。这样吧，今天多少损失，我一人包了。那倒不用了，你这样做也是为了檀儿好，我还挺高兴的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就谈儿这一个妹妹，如果你敢对她不好，我可是要连本带利找你讨债的。那你可瞎操心了，我跟我家娘子那千好万好，我哪能犯那错误去？谈儿，你许久没有来临安了，不如这样，到我家去坐坐，咱们俩叙叙旧。好啊，那我去备车马。有劳姐姐了。娘子，我不是都跟你承认错误了吗？再者说了，你不是也把那个花停车位的法子交给他了吗？给他们布行也增色不少啊，功过相抵，这次你就饶了我吧。什么功过相抵啊？那是人家姐姐自己想出来的。不可能，停车位他啊，那就算是他想的停车位，诚意展示。分区售卖也是他想的。宁立恒，我告诉你，我跟姐姐虽然有书信往来，谈的都是贵中私话，从来不打探彼此生意。你以为就你聪明啊？难道他也是？车已经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啊。这次你们能来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我也是啊，舒婉姐姐。在这个地方，居然还有如此先进的思想，难不成？娄小姐，听闻娄家乃是临安城当中的皇商啊，那想必。富可敌国呀，有这么多钱，
院子一定也不小吧？那么大的院子，那么厚的墙体，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？林公子，您说歪什么码？没关系 ，WiFi 密码不知道，二维码你总该知道了吧？二维码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啊？嗯，林公子，我家确实有码，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码，恕我还真没有听说过。我也没听过。无妨，只是西域的两种奇珍野兽罢了。谭儿，早就听你说过宁公子博学多才，见多识广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哪里哪里，姐姐过奖了。哎，我手机哪儿去了？宁立恒，一整天奇奇怪怪，行为诡异，你要干什么？鸡？什么鸡呀？林公子想吃鸡，我可以安排下人准备。谭儿，你们想喝鸡汤，还是想让他们做只烧鸡？舒然姐姐不必客气了，我是不用鸡汤了。我家相公是要补一补了。我想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喝汤呀喝汤，你慢慢慢畅游。不听歌是吧？你给我换一个。今年过年不收礼呀，不收礼呀，不收礼，不收礼呀，不收礼，收礼只收。广告也不看啊。宫廷玉液酒。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是不是想说一百八一杯？别忍着，快说。不说，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一百八一杯，这酒怎么样啊？听我给你吹，瞧我这张嘴呀，一杯你开胃，我喊了一声美。二位你肾不亏，哈哈，还是美。三杯两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啊，粉嘟嘟的。你好。舒然姐姐，就是这里吧。嗯。姐姐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做这么漂亮的布匹呢，那以后唐儿就和舒婉一起织布，开一个最大的布行，好不好？那有多大？大到让全五朝都能穿上我们做的衣服。那我们拉钩吧。好。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，变了就是猪八戒。舒婉姐姐，若不是你，我根本就不会知道原来织布作揖是如此有意思的事情。小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若是以后能成为跟你一样的人该有多好。像我一样的人，我是什么样的人啊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。舒然姐姐，你记得吗？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约定要开全五朝最大的布行，
回到江宁之后，我就下定决心要做跟你一样的女子，纵使所有人都反对我，我也要把布行的生意做好。看什么？哎呀，姑爷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走路怎么没声啊？是我走路没声，还是你充耳不闻呢？交代吧，那画像画的是谁呀？没谁，不至于吧？跟我你还不好意思说，你也挺大人了，有个心上人很正常。不说。啊，那我可猜了啊。日夜和你厮混在一起的小婵，他大班了我才不行。那小娟，嗯，小杏，嗯，小春，小夏，小雏菊，嗯，小梅兰，嗯，小丽，嗯，小沈阳，嗯嗯，小谁？谁呀？这都是应该都不是，那是谁呢？咱舒府的丫鬟就这几个呀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老葛，你竟然是这种人啊！牛婶，姑爷你过分了啊！是不是？肯定不是。哎呀，姑爷你就别猜了，不是咱们苏府的人。猜不着，不是府上，你平时去哪儿？哎哎啊啊啊！新门驿馆，杨妈妈。姑爷姑爷，嘘嘘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我呢，现在就是一个小小的护院，配不上人家。等我以后有钱了。我再去娶她，保守秘密。你也真是，早告诉我不就完了吗？我还真能跟你往外边说的啊。怕？放心吧，啊，给你保守这个秘密。谢姑爷。哎，小婵，给讲个好玩的事儿啊！哎哎，姑爷，老耿啊，姑爷，老耿有喜欢的人了。哎哎哎哎姑爷，别你打你！老耿，小孩干什么干？别这么抠，大家都是自己。你给我看一眼，哎，看看看看，好好商量好商量，看看看看，行不行？这这，哎，你真抠，你给我看看，给我看一眼。你怎么我哪里找你了我？真是的，你真抠！哎，我抓着你了，给我看看看看。孩儿妹妹来临安城也不提前告知一声，一会儿定要自罚三杯才是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公子。哎，叫什么公子啊？你我自幼可是一起长大的，我更喜欢你叫我舒恒哥哥。这阔别多年，出落的可是越发的标致动人了。此次来临安城就在我楼家住下。你放心，我定会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儿，好好陪你逛一逛这临安城。哥，唐儿此次与夫君同行，已经安排好住处了，住在我们家啊，不太合适吧？我跟唐儿妹妹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你还站在这儿干嘛呀？还不赶紧滚回布华看店去，少在我面前碍眼。况且。孩儿妹妹此次来临安城，你也不提前告知我一声，好让我提前做好准备啊！不知道的以为我楼家待客不周呢。孩儿妹妹，我已经在你最喜欢的酒楼布下了宴席，你我阔别多年了，今天定要促膝长谈，多喝几杯才是。娄公子，娄公子，我今日刚到临安，真的。那就更要多喝几杯，好好放松一下。你们不也要跟我客气？真的不行。你叫娄书恒吧。
把你的脏手放开，我就数三个数。孩儿妹妹，这就是你招的赘婿吧？未免也太缺乏管教了。好，那我今天好好管教管教你。一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二，整个临安城都是我们家的。三，你信不信我找人打断他？哥，你没事吧？说，我听着呢。打断我的什么？姑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教训一条疯狗。林公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看在我和檀儿的情分上，高抬贵手。我刚才若没有高抬贵手，你兄长已经是一具尸首了。檀儿，咱们走。哥，没事吧？哥，哥，哥，你别生气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你离开给我！今日你本该在店铺好好看顾生意，结果你不但私自外出，还将这等破财带到家中撒野。你以后就好好在家待着，不好，不用你管了。哥，哥，我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？好啊，明日你将苏檀儿给我单独约到东篱酒楼来。哥，檀儿已经嫁作人妇。你这样做不好吧？要你去你就去，哪儿那么多废物？馒头，馒头，又白又香的大馒头。看来这美食美酒，真能让人忘记烦恼啊！姑爷倒是诗啊，你看，西川的麻辣白腐，九江的七菜烩，辽东的清蒸烩子蟹。连色目人的乳菇汤都有，不吃可惜了。临安啊，六川通衢，是商贸重镇，又有天下粮仓的美名，这些啊只是九牛一毛而已。这个麻辣肥牛才是真正的临安特色。我小的时候甚是喜爱，来相公尝一尝。嗯，还挺嫩。这个牛肉只有临安才有，可惜带不回江宁。依我看，不如把厨技开到临安来，我们一边开店一边游玩，岂不美哉？我看你开店是假，想玩倒是真的。不过相公，我觉得这个法子倒是不错，竹记扮装这么有特色，临安人又兼容并包，我觉得肯定会很受喜爱的。至于布行，还是算了吧。你那个闺蜜楼淑婉呀，天资聪颖，咱要开布行，还真不一定开得过她。当然了，就算咱们开得过他，反倒抢了人家生意，也不太合适。咱就踏踏实实的卖皮蛋就挺好。几位客官，这是有人特地让小的端上来送你们这桌的，慢用啊。是谁呢？不会是楼姑娘吧？下来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我们这就下来了。我一猜就是你们几个，别来无恙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上次听跟大侠介绍临安如何如何好，所以我们过来看一看。名曰游览，实则考察商机是也。嗯。相公，嗯，你把我们带到太平巷干什么？别急呀，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娘子，
娘子，台阶。这宅子，看看。怎么样，娘子，喜欢这儿吗？你何时租下了这间宅院？什么叫租啊？这间小院儿是我给你买下来的，以后要想来临安呢，就住在这儿。现在呢，你是他的女主人了。太感人了，我立志，我也要为夫人买这么大的院子。那岂不是惯坏了夫人？要买就得买更大的嘛。行了，你们几个也别看了，这个院子很大，有很多房间，你们呢一人挑一间。我得住住二楼。哎，冯兄，冯兄，哎，等等我。哎，小婵，老耿，你们也去啊。小姐，小姐的行李我拿着去。啊，谢谢姑爷。那个娘子啊，你呢今天晚上早点睡，我想跟我这几个兄弟喝一点小酒。不要喝太多哦。你放心，我哪回喝得多。来来来，我给烧水啊。诸位，时候到了，出发。是。不可能！来来，小陈，小陈，来，酒杯端起来一起，来来来来来，干！喝啊！我要睡觉了。宁兄，你啊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想做点小生意。我不求荣华富贵，我就求一个丰衣足食。这个，放一百个心。关于咱们的未来。我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。真的？宁兄是知道我们要来啊？那么废话吗？啊，耿，嗯，拿出来给咱们看看。嗯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这张图就是临安城的地图。嗯。众所周知，临安城。是咱们五朝最重要的商业重镇，那么拿下临安的市场，就等于拿下了半个全国的市场。所以宁某决定，咱们第一站就打在这个南城门。磨蹭什么呢？赶紧的！急什么？比比，你东我西，正合我意。Whoa!
咱们顺利的吃掉了南城门，那么西街、东街两条主干道的四个路口，就是咱们的重中之重了。